42岁的陈述把年龄活成了一种气质，除了本身的阅历和心态之外，也离不开穿搭。近日陈述现身北京机场，这次依旧穿的是长大衣，燕麦色大衣配同色休闲裤，脚踩黑色马丁靴，高级酷帅，造型不走浮夸或扎眼的路线，配色都很温和，但就是让人看到移不开眼。这种不经意间的气质最是高级，像陈述这种燕麦色的大衣很少见，燕麦色和灰色看着很相似，饱和度很柔和，而且大衣长度也很 nice， 陈述穿上刚好到小腿，小翻领比大翻领更显高显瘦，再加上直筒版型和适宜的长度，大衣完全不挑身材。大衣里面是一件黑色的高领衫，高领衫是这个季节的必备，搭配任何外套都合适，下身一款燕麦色高腰萝卜裤，萝卜裤上紧下松，显得利落干练，这款裤子也是百搭的类型。鞋子是黑色厚底马丁靴，为造型多添了几分摩登范儿。喜欢就订阅呗。